你知道吗？青春我敢秀。 Hello， 紫音，欢迎来到青春你造吗？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嗨，小佑，我是青春有你二的训练生徐紫音，你可以叫我肉肉。今天你的任务是玩游戏，绝对轻松不坑人，做得好还有超级大礼包哟。你平时爱玩游戏吗？都玩什么游戏哇？爱玩，上了大学之后有了时间就开始玩游戏了。一般是电子游戏比较多，手机游戏或者电脑游戏。哈哈，看来今天是你的主场啊。真的假的？ 先来抽个游戏吧。眉毛游戏。边回答问题边控制你的眉毛，一分钟之内迟到熊熊20次就能获得大礼包，否则只能挑选一件哟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哦，3、2、1 ，Go！ 吃火锅的时候必点哪个菜？黄喉。绝对不吃的一个食物。榴莲。哇哦，这1分钟了吗？小熊不能撞吗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有多少支口红？100支左右。幸运数字是几？4。 节目完全录制结束后，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吃火锅。请你食堂最好吃的是哪一道菜？炒空心菜。算数题，66+55=121。我21个。哇，游戏天才！不好意思，太开心了。怎么样，有没有想说的？ 我从来没有那么一刻这么想赢得这个游戏，激起了我的胜负欲。你获得了优秀，太厉害了，可以拿走奖品大礼包哦。来，给我们一个胜利的合影吧。来微博@爱看啥看啥支持我，转发微博解锁我的签名拍立得照片，转发量第一位还能帮我获得整整14天的上海地铁4.3万块移动电视屏幕曝光机会。青春制作人们，和我一起吧。